自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感觉到是心的冷漠，我们开始不关心这个世界的一切，而且心很冷漠，然后呢没有爱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还有一点，生命没有意义，这就是走向极致的自我。因为自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觉得活着为了什么，生命永远找不到方向跟意义，这就是自我到极致。你问他活着为了什么，没有方向，没有意义。如果很善良的人，他很自我，那么他可能自我小到他忘我，小到忘我，这种人你去让他正在意义，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另一个人，他可以。但那个那一刻层面，也许他没想到自我，也许他那一刻是忘我的，因为他自我到极端。但是在平时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，他能那一刻做出那样的行为。但是也有一些人自我到极致，就是偏重于邪恶的这些人，这就很恐怖了。他可以做一切事不计后果，他无所谓，觉得生命就这样，死就死了呗，就这样子。一种是善，走善道的自我，一种是恶，这两种自我会做出两种不同的选择来。就说你们八零后九零后这些孩子，如果他会崇尚善的话，当他自我到极端的时候，他也会做出一些事情，就热血青年这些人不计后果的，他无所谓，他牺牲生命在所不惜，为了某些追求个事业。但也有一些孩子就是不择手段，做任何事情，甚至于你觉得他没有脸面的，他不，那什么叫惭愧啊，啊，什么叫感恩啊，什么叫这些东西都与他无缘的，他不知道，就缺了一些角色。也许有的人是两面的，我今天可以为善牺牲，需要教导，需要导师，需要老师不断的教育他，需要告诉他因果，需要他知道，因为他走向另一个恶的极端的时候，也不是没有什么不可能，他也可以走向极端没问题，但是太难了，因为果报熟了他承受不了，因为自我承受起来很困难的。因为恶，善有善报嘛，恶有恶报嘛，他不报只是还那个因缘不绝，当他那个报一旦熟了的时候，等于他在修行的路上没了几个弟弟，就是他那个因已经没上弟弟了。而善呢，等于你在旁边摘了鲜花，就是说你会越走越开心。这个恶的话，你越走越难，越走越艰难。如果你也修行的话，你会觉得随时有地理爆炸的可能，随时有那个恶过程，一旦有一个地理爆炸了，这一世完了，这一世完了，你还走下去吗？走不下去了，下一世再来，还有的地理没起呢，还有种子在呢，还要承受。所以不是说这两条道路你不能学，谁也可以学，但是尽量少没点地理吧。也偶然没一颗咱还起一起方便点，你要没上20颗80颗咱起起来很麻烦的，知道吧。但这条路是一条路，有的人我今天善明天恶，今天善明天也会做一些事，但是以善为主吧，最起码啊。那么我们的地理啊炸弹少一点，最起码就是没上也别那么那个动位别那么大，就是一下子炸得粉身碎骨，就不可挽回了，就是一失九胜千古恨的那种。偶然一个小炸弹好清理嘛，痕迹那是一种清洗的时候好清洗。就说如果你走修行这条路的话，这些是要注意的。Thank you.